大家好，我们现在人在台中机场。今天我们要去，今天我们要去澎湖美食马拉松。对，这个清单已经准备很久了，然后刚好前阵子有人说你们要不要去离岛吃美食，对，我说好，然后今天又送大家礼物了。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业务配合厂商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我们每次出国出去玩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会排行程给大家看。对。然后刚好就是去找我们，我用了之后，我真的觉得真心话觉得非常好用。我直接演绎一次给你们看。好。就是我们这次澎湖的小吃点很多，然后我们是怎么排的？跟大家讲一下。我现在打开我的 Google Maps， 然后看这个清单有没有？你先把清单存好之后，你就直接按分享，然后分享给趣趣。哦，可以这样啊。他就直接存到你去去的清单了，然后我现在打开去去，他就过去了吗？幻术大师过去。然后我现在打开我的去去之后，要怎么排行程？就是建立新行程，然后你就选这个第一天之后，你在这边有个家，然后它有一个从收藏选择。哦，我刚刚那个 Google Map。对，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你收藏的，然后把所有的景点都加进来。你也可以从地图搜寻。它就像 Google Map 一样，你也可以直接加。它这个界面真的还蛮简洁，你就把它长按去拉它，就这个就都很像，就一样啦。对，这个就一样。然后我就一边开着地图，然后照我们的路线去拉，按这个地图就可以看到你的路顺。然后你看，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就是马公先吃一圈之后，我们会跑到西屿的最边边，然后再绕回来。它这个总览里面有很多东西，然后它可以租车，就是 Iron 现在很方便，你也可以在这边直接用 UC 叫车，对，就直接用 UC 叫车，好方便哦。对，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包旅行险，就你用这个 APP 把你所有出国旅游要的东西都包了，机场接送也有，你现在可以找机票档案夹，就是你可以上传任何东西，你就可以直接把电子机票存在上面这边。像去日本的话，你就可以把 Visit Japan 的截图截在这里，然后它有一个厉害的，跟你们讲，看别人的行程吗？啊，看别人的行程，对，你讲这个对。我自己是去看别人的行程。然后探索灵感这边有很多人的分享。对，我就看这边。我们的行程也会放在上面，影片最后会有 QR code 给大家扫，大家可以赶快去下载，然后按清单我就会放在去去上，也可以让大家去参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出发了，然后还要给大家一个很厉害的，刚刚看到那个总览有一个转小书的功能，请用，对，每个人都有一本小书。就带爸妈出国的时候，就一直问行程，就根本这个 A P P 拍一集可以。这个厉害的，带朋友出去如果打卡就很有面子，就超专业的啊！今天会送礼物，好，连这个一起送给你，好了。真的？叫小雨桶在上面留存意。好，我们要去 check in 了。我们现在在到澎湖了。我本来要拍的过场，就空姐发一个苹果汁给我，拍张照片，就是说要降落。在搭车过来喜来登，还有 Iron 租车。你们去订 APP 的时候，然后点那个预约租车，它就直接连到 Iron， 就直接打开你 Iron APP， 然后就可以来找车。我们有先预定，我们现在租到车了，然后表妹要就用悠游卡解锁。对啊，你按了吗？好，那我要拍摄车辆四周，1小时60块保险给他加一下。它也有各种车型，它有大牌，对，也有7人座可以去。就是都有啦，各种车型都有。好，大家可以来用用看啦。刚刚我们搭计程车的时候，计程车司机跟我们讲说，那些排队的哈，不是我们讲的哦。对，大部分都行销啦，你们随便吃，随心所欲就好了。那我们也是网路。我们也是网路，抱歉。抱歉了。这次要排队的，我们就尽量都跳过。我们要一起加油。我觉得后面有一阵凉。带来超大电扇，傻眼。这次我要送这个好了，送3+1好了，小就蛮好用的，但是它好便宜哦。暂定送3+1好。现在要来这一家是关帝庙的前面的，哦，它还有关东煮哦，鱼板，超好吃的。它辣椒好海哦，是因为澎湖的关系吗？很好吃哎，大家都有一种那种烧酒螺的感觉。就很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明显超好吃，超好吃啊，软到炸掉。很好喝，汤味好够啊！我跟你讲，它调味料都加分。第一家也太强了吧！我在卖辣椒，我那个辣椒猎人。明天再来买，回去之前来买辣椒。明天公休啊！我要回去拿。哈哈哈！送了。对啊，你看算多少钱呢？真的100块啊！好，谢谢。不用啦。没关系。啊，谢，好好笑哦！证明真的是好吃。我爱上澎湖了。下一家到了。好近哦，在这里密度好高哦。我们现在吃老李炭烤胡椒饼，葱油饼一个，胡椒饼一个。有啊，你是怎样？超没礼貌，就要超没礼貌。很乡下，超没礼貌，混蛋。还有人问说，他们有没有放车？笑死了。这间店有 Uber 啦。
哦，澎湖挺大的，跟新竹一样大，所以你来这边租车是合理。它的那个 sport 就是景点，跟小吃点的密度非常非常高。哦，这看起来很好吃耶！我们特别好吃，只是我们没有名气而已，网络不够红。我们家的东西都是老妹，啊，我们是老妹，你应该不能吃，都给我，应该不能吃，没有肉，这个超级香哎，这样，哦，肉很满，葱油饼很好吃，马公怎么厉害？它表皮超酥，然后又有一点焦香，然后里面很蓬松，里面是这种感觉，跟胡椒饼比较的话，葱油饼更强，这个很惊艳。那个铁板烧的味道好香哦！你没有吃这个吗？不会掉屑的牛舌饼，不会掉屑。然后又点跟芝麻是那个烧饼又混合在一起，在台湾炸掉。有这样哦？对啊，我觉得会。要不然我跟他一起来学好了。这个真的厉害，正推来马公，拜托你买葱油饼。我们接下来是为了小表妹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章鱼烧。章鱼烧的，不用挑了，他不用挑章鱼了，我帮他挑了。素食章鱼烧。这懂你吗？分享盒20颗，一个海苔，然后一个芥末椒盐。我可以看他吗？你可以看我。他摔了。他是放杏鲍菇了。对。南美美救星，8分钟，那我们等一下过来拿。今天前面这样3家都还没排到队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叫什么名字呢？它是国术馆哎，印德中药风炉茶。很特别，它有糖跟无糖，你可以试试看无糖的风炉。等一下，老板在微微笑，我一杯无糖的风炉，是像青草茶这样吗？好。他说不苦啦，薄荷棒的感觉，比无糖的青草还要清明。柠檬，这个很不错。它这个有层次，就是你会先喝到柠檬，然后慢慢慢慢有一点薄荷跑出来。有。好，我喝看有糖，哦，更清明一点。还有糖。这小朋友可以。是啊，有点像莲藕跟青草。啊，有一点那个感觉，非常解渴。消暑的感觉。夏天可以，夏天可以。这个是不是有做果冻那种？啊，有。有这种感觉，哎、欸，那个，那谢谢，拜拜。名产，所以很多店都有。刚才有人说这家最好的，海产和小吃，他们都要自己都煮。哦，他们的茶啦。对啦。继续往下走。它好怪，哇，很好哎！我先吃看看芥末椒盐口味。素食者的救星，给鬼给鬼。哦，好胖哦，超级胖。帮你吹吗？要帮你吹吗？很好吃。哎、欸，这样很性感，还蛮帅的。好，上次走。这比日常好吃哎。为什么？那，哎、欸，他讲了一个很过分的话，他说比日船好吃、欸。你要台湾多少叫日船呢、欸？你要太得罪人了吧？有，真的很好吃。它是素食，它没有素味。这个好扯哦，这些东西怎么好吃啊？哇，好吃，真的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啊。那这时候我就很想来唱一首外婆的旁。关这场什么事啊？就问。接下来我们来一家面包店，叫做慢熟，是一家可以内用的面包店。哇、哦，可颂看起来好漂亮哦，这看起来就好吃。包在我身上。哎、欸，怎么看起来都很好吃？我们要不要去民宿吃？对啊。各位有没有看到这片海景？现在是应该退潮吧？然后我们的民宿就在这里。哇，海景第一排耶！我们动用了我们澎湖所有的人脉。一个。Cosa 姐姐开的了。这样很漂亮。对对对。很漂亮，真的。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，可以在这边吃了。好吃可颂，在隔壁会买的那一种。是这样哎、欸。嗯，柠檬。好。哎，工厂。柠檬对。虽然它缺乏一点观光感，但其实也好吃，是奶油。奶油对，你怎么看得出来？哦，因为我眼睛。哦。好 Q 哦，这还行啊。如果民宿没有附早餐的话，就可以买一些，带着车上吃之类的也可以。民宿还有附早餐，然后我们明天这次是来澎湖干嘛？美食马拉松。对，好漂亮哦。我们现在直接开车过来西屿，因为这边有一些晚上就没有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赶快赶时间先来这边吃。然后这里是角门沙滩，艾伦就出现了优势，因为开车过来真的舒服很多。他们说比之前骑摩托车还要舒服。哇，哪都没开啊，果然好乖呀！你不要去捡肥蕉骗你了。有，可以，乖的。它的这个
是真的果实去冰的。那边他都没有在采仙人掌，他在卖仙人掌，被大家都骂的要死。他在爆料哎。有不一样，一颗颗果实感、嗯。你们上次也不是吃这个，我吃也是吃仙人掌冰，但是不是这个，就是不是这样子的感觉，他应该就是真的。他有在采仙人掌。嗯，那边店都关了啊。这边的店都抢员工，四点半人家员工就要回家了，他加班人家也不归。他一直疯狂爆料，果肉超多的果肉。我是采这个超幸福的。这段日子不敢去采，一定会中。王博好有趣哦，他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，给我们看订单，再订单。很好，谢谢，来嘞。谢谢。真的都是花枝，但这不是花枝丸，是花枝丸。哇、哦，这个很好吃啊！但这其实有点花枝烧。要记得在这个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不会给你忘记。意外的好店，来看看阿万博极力推荐的。哇、哦，真的蛮漂亮哎，好冲绳哦。好可爱、哦。哇、哦，好多蝶屎哦。这是怎样？澎湖以及草吉祥物闻名。以特色吉祥物闻名。我不会讲话。我们从西屿回来马公了。我们现在吃羊妈妈。得偿所望，好。然后再一个招牌韭菜，得偿所望，好赞哦！真的哎，谢谢大家。怎么不需要有？好厉害哦！好饿，重点是又吃到最后一个，它没了。得偿所望，好吃哦！真的，我得偿所望。好像披萨，真的吗？它是羊烤面包哎，它的逻辑像披萨哎。这个哈，我跟你讲啊，它不是吃起来像哦。它就是，就是披萨吗？哇、哦，超多馅，超多，爆满，超香哎！吃一口再给我。而且你的切面剪得太整齐了吧？啊、很香哎，超香哎。没有很香。它、啊、嘴巴塞进去的时候，整个韭菜香哎。对。我澎湖好屌哦，我觉得澎湖很厉害，我打从心里面觉得厉害哎、嗯。我们本来要去其他地方，嗯、我想说来澎湖会不会都是海鲜？没有哎。很多好吃的。我这个很赞。建议你点韭菜盒，得偿所望的话就真的是披萨。如果你想吃披萨，可以点得偿所望。得偿所望就是名字。现在来四海串烧啊，这是你来过是不是？对。哦，他说可以为了这个串烧嫁来澎湖。我朋友啊，他也要嫁过来。好的，好多，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车开过来。刚刚去拿了串烤，然后我们现在来买一家柠檬汁，菲菲柠檬，好小店哎，柠檬香超重。四杯160，我的很好喝。啊，真的？葡萄可以。哦，桂花也可以。桂花哦，桂花香。也是很好喝。哦，它每一个都好。哇、哦，这个可以耶。都很好喝耶。很会倒吗？很会倒的哦，这很好喝。它那个水果味道出来，它不管 mix 什么东西，那个味道都出来。每一个都是真的有味。柠檬汁真的是很厉害，赞。柠檬也在，然后水果也在。对，水果也在。澎湖真的宝藏区哎，今天都还没有排到队哦，直接来去下一家。现在来，九浓豆花，好吃哎，这一定是很嫩的啊。血这边脏害了。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先走。有东西，很有想法。我吃综合，它的料都蛮好吃。他说认真在走。好，它这个综合真的五味杂陈的，里面鸡肉，外面鸡皮。鸡皮嫩肉。它这个肉串，好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啊。不是，调味料太多了，太杂。因为综合。对，它这鸡肉串有点 BBQ， 有点美式。吃饱出来了，九浓豆花，来的话建议点综合，然后选粉圆跟那个 QQ， 真的蛮好吃。嗯，仙草真的都蛮好。那个四海串烤，我刚吃到那个黑胡椒跟甘梅的时候，觉得有点微妙。对，很冲突。就全部都有，可以点单一，但是确实烤得不错。对，认真说，然后 CP 值也高。下去继续吃下去之后，嗯，接下来要来一家在地人推荐永坤咸酥鸡。这家店内不能拍照，不能录影，我也没问老板啊，反正他说不能，我们就不要拍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买回民宿吃。我们现在回来民宿了，这一次人超级客气的热情，嗯，不是那种很有个性的那种，完全不是。我觉得他一定很受各地人的喜欢，对，其实他很好笑，很会开玩笑，很会聊天，很开心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门口就写个大大的禁止录影拍照，超过禁止，因为太香，真的太香了，我要输哦，
好好喝耶，抽香鱼片，好像小时候吃的零食。你们觉得这个三角骨好吃吗？其他的东西比较好吃，它的配料绝对是可以推的，可以买的。嗯，差不多。当宵夜可以。那我们明天再继续。好，我们现在时间是5:40。5:43了，不要在那边5:43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，昨天那个去去哈，我们不是说要送那个小书给大家吗？我后来发现新生命里面的每个点都可以改成我们拍的打卡照片。对，那我就把所有的点的照片都改掉，所以你拿到的会是满满的我们照片，因为我们点有调整过，不是原本的那一本。好，走，从早餐开始。我们现在来那个文澳市场，我们比摊贩都还早哎。这里，这里，来吃吧。这个是什么？干面，干面，他们的干面也蛮好吃的。干面肉也太多吧。肉这是它的主干末，泡饭的。汤头很好喝。汤头很好喝。这应该有加什么？鹅肝那种味道一点点。它应该有这样。对，就肉燥饭加工，它一套的话，所以也很棒。另外一种泡菜。花枝香，里面很多这种小花枝，我刚才已经吃掉好几块。因为它是真材实料的花枝。对，它价格偏高一点，说真的，认真说，它那个粥80，但是花枝根哦，算是很便宜，就觉得有点奇怪，有点跳。对啊，体验一下在地的人都是可以早点来，像这样5-6来，这个时候吃粥也还算舒服。继续下一家，我们现在来到等市场附近，然后我们收到一个线报，这边有个烧饼油饼叫中记，然后他说他都来北城市场这边买，说不用排队。那我们刚过来之后，他可能是太久没回家了，肉眼可见多人，所以我们现在吃别家，因为我们今天的主旨就是不排队，不排队。哇哇哇，他超在地的，好厉害哦！他想退休了，糟了。哇，拜拜。感觉又是个宝藏，因为烧饼使我们的要喷油。你想要当柠檬是不是？哦，好烫好烫。阿哥又是一个不一样的葱饼哎，他跟我们吃过，我感觉里面有点粉浆蛋饼那种感觉。对，我是觉得好像蛋饼哦。它外面好酥哦，没什么调味，葱饼欠了一点味道啦，就单纯是香，没有那么咸。对。啊。这是脆版牛舌饼，还是就是焦糖脆饼，很像点心。这个比较好吃，蛮好吃的，很特别。它这些要搭，还是要搭一些别的东西，酱啊，豆浆啊，会比较好。接下来来吃，它没有名字哎，早点的，太在地了吧，超级在地。哥哥，这家牛杂汤超级特别，它不是巴克本，它是馒头。对，你要加馒头吗？我第一次吃到有牛这种牛肉汤是配馒头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点一颗馒头哎。哎呦，粉粉的，粉粉的，超烫滑的，这定好吃啊！它肉也有鱼汤感觉，就很鲜。它也是冲的哎，对，它也是冲的，真的很违和，很违和吗？就有一种伊斯兰教徒的感觉。它肉跟炸奶的比较好，我觉得特色不一样哎，它比较鲜，然后它比较香。那就买饼来配，你刚拿出来的时候就葱香跑出来，哦，这个应该会更搭。比较香，它比馒头搭差搭的太多了，这就中东感很强哎，它根本就是一煮的，一煮的啊！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去过，你这样吃真的很像他们羊肉末哦，很像泡沫，对对，泡沫，陕西那种新疆那种，这个你去沾这个味道很像，那你等于吃过，他们不是沾，他们就泡在里面，但是他们一般是羊料是不是很多？我觉得很多料很多，这家很赞，我真的觉得聪明可以跟他。合作，真的、啊、真的就是一对，葱的味道跑出来了。对啊，然后那个膜也变有味道了。嗯，真的葱出来的，超级奇妙的。因为鲜的关系，会让它的发酵味道比较多，它这个葱的味道比较多。对对对对对。好神奇哦，反正有一点异国风，有点特别。我觉得去老三买个葱饼来更好吃。体验加分，真的很建议他们可以合作一下。台湾没有这种味道，很少这种羊肉脯。好，继续吧。现在在三月黑糖糕，他们说在地人都吃这家，澎湖的名产。而且对，有3家很厉害的，但我们就是不吃那3家。好，很反骨，很赞，直接买了一箱。的感觉，他们会有甜度跟 Q 度的差距，我觉得这家好像算在中间，没有肉蓬烧比较黏绵黏，但也蛮 Q 的，蛮好吃的。我们现在是早上7:30，嗯，听说下午人会很多，所以要来的话早点来，嗯，好，继续吃。好，我们回去民宿补了一下免之后，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是这边有一个地标叫做最美公厕，去看一下。哥，我看照片真的拍得很漂亮，就是。
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。哦，他是飘来这里的，他自己选地方住啊，还没因为对联写得很直白，福德今生海上漂流之地，土地公自己选地方住，他冲浪来的，要从哪里拍才会好看？好，我们要去吃东西了。我们现在来这个是是粉油冰，然后海胆要7月1号才有，因为他说现在就要被罚钱。哦，对对对，很枯燥哎，很不错哎，阿妈家的感觉，原来是外婆的澎湖湾，我这真的有凉，吃这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一个凉爽。好的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哈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往那边走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因为他写浮球秘境，这样拍很好看哦。我们现在回来马公了，因为澎湖的阳光真的不是盖的，先去找个咖啡厅坐一下。海岛咖啡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真的假的？可以去别的地方坐台的，是去招待一下别人。浅色，找到找到找到。他这家哈，就是冷气跟猫啊，就是不喜欢动物上餐桌什么那一种的，你都会对这件事情介意的人就不要来了。他的猫几乎都无雷，如果你喜欢猫的话，建议你来。他们只有一只不能抱，其余所有都无雷。老板他们很热情，看猫咪其实也不会跳上来干扰你用餐，那个有一点就是欢乐时段 happy hours 的感觉。就大家吃饭都稍微结束，然后突然就大家开始玩猫的时候，老板娘就拿出零食问大家要不要喂猫，这是一个时段的感觉。继续。下一家是这个吗？酥脆蛋饼，好啊，可以可以，大家不要分头行动。接下来我们来一个还蛮特别的哦，但是这个天气，我们来都吃欧藤贵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是在卖炸，在天后宫，对啊，谢谢，好的。麻蚁，不是麻蚁啦，麻烙啦，麻烙，麻蚁是绿色的菜哦，其实蛮好吃，对，但是它里面如果不要那么冰的话，让它温度平均一点，稍微放一下下会更好一点。就那个炸好的状态，让它再稍微放一下，它温度会更平均一点。它外皮很酥，其实这个做法可以，我觉得蛮有特色的。我觉得我们陪两个回去冷冻可以冷冻去炸，我们可以炸，可以哦。但回家可以自己尝试看看。没办法，回去拿蛋饼，葱油饼的感觉，感觉很好吃。他把它撕成像甜品包了，这是葱油饼啊，这是酥脆蛋饼。因为它没有葱，哦，它没有葱啦，啊，对啦，但是长得很像，哦，料很多哎，各种，咖喱酸菜跟酥脆，对，都是菜的，它是很多料的葱油饼，对，我觉得酸菜很加分，就是营养三明治面包改成葱油饼，它是很厉害哎，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做啊？很少人这样做啊，夜市应该都这样做吧，应该都有一摊吧，我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，很厉害哎，而且它放的有点凉，还是很酥，对，保障，我觉得它每个都是。它大部分都是蔬菜，蛮清爽，快要迎向我们的终点了。我们现在来吃汤阿 B 哥，它叫做玉池市小点布，谢谢。甜甜的那个甜甜小黄瓜，哦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有点巴掌那种感觉。哦，澎湖真的很让我惊艳，厉害哦！我们这次完全没有那种完美排队店，完美店加点辣，好好吃。真心不骗，就比我们家那边的味全还好吃，真的马上吃光。那个是它蒸到后面米糕出来就连干，哇，它真的好爽吃。今天第二家，我对澎湖的感觉就是开在本岛都厉害。对，这可能是我吃过同汤阿 B 哥类型里面最好吃，我最喜欢的一个。然后像阿才那个是过重，它味道够，它也不会像阿才那么腻。我们来吃两天，就是我们吃第20家，我还觉得很好吃。大部分吃到现在已经觉得有点东西变难吃了，但是没有你这个厉害，好吃，真的真的是。第3家了，然后传承的很好哎，拜拜。这家真心不骗，非常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本来想说来澎湖吃米糕，有没有搞错这种感觉？大家都来澎湖吃面店。我发现澎湖面食好像特别贵，均价你看它干面就60。对，哦，我们今天早上吃那个干面80，然后它羹却35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们现在来哪一家呢？又是回到一开始的原点，来了。刚刚买到了，我们买了一个柠檬一个卡士达，对，然后用甜点结束这一回合。耶，独角跟热档啊。哇，酥哦，他很认真呢。哦，他有时候会有仙人掌，每天口味不一样。嗯，内馅是这样，现挤的。对，它料超级多，就是很新鲜又超巨大颗的一枚小泡芙，好吃哎。
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还车，然后去机场。嗯，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机场了。我们的行程会放在去去，然后这边有 QR code， 你可以去下载。好，在这边。会有我们的照片吗？对，会有我们的照片。等小叔，我们今天会送吗？再加码好，送五个人好了。等通需要吗？跟等通，因为这个有点便宜，所以我觉得。送一点手工做的东西给大家，送这个旅游小书给你们，然后是我们新的行程，我们自己的小书我们会再另外写笔记，就每个人对那个景点的一句感想，送五本。还要加等通吗？对，还要加等通。去去 APP 真的蛮好用，这是我第一次愿意做这件事情，就如果你们有使用上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私讯我，我可以解答。哇，因为我觉得我摸蛮熟的，去去还行啊，去去蛮好用，但其实蛮简单的。那今天要留什么关键字呢？没有，没有关键字很容易不来临。爸不是要抽奖，而是真的要留言，要跟我们分享一些事情而已。你随便留一句话，然后偷偷加个去去。好啊，那今天我们就先这样啊，风还是不错，赞，好吃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明天晚上九点钟。这是我最近，这是我最近收到觉得最开心的一个优惠。对啊，然后我用完之后，我就跟那个企划说，你们这个真的超好用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们会把其他行程列进去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那如果我们以后去哪里，可以跟他们讲，他们可以做长期配合。我说不用啊，这真的好用，我们会推他。我们竟然有人不知道马公在哪里，是谁我就不想讲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坐这个小车跟排这个行程花多少时间？花不到40分钟。他先帮你做好功课。对，他有先做好功课啊。但是你在拉那些行程跟做小书不用多久时间，还可以参考。然后输出也很快。